本日凌晨1:15许就被告魏英聪等人为交保裁定一事。那本署检察官虽然尚未收受裁定书，但是目前我们就院方在新闻稿中所讲的这个交保理由，那我们经过审慎的评估还有分析之后，我们认为就法院裁定中指出，就这个串证之余已经减低这一点，那因为在被告的海外资金还不是很明确，以及就这个鼎鑫公司相关员工，还有就这个越南的一些制造食品的状况还没有完全经过结论的状况之下，那我们认为这个串证的理由应该仍然存在。那基于以上各点，本署检察官将会在收受裁定后提出抗告。OK。